嗨，跟澳门没什么朋友，打一出租车。幸福的人，这是电影里的画面吗？你看。在澳门大街上开一台塞纳是什么样的感受？你给我讲讲。难受的一批。这是全碳的吗？对。这要多少钱？接近2000吧。这位说的没有任何毛病，斑马线。没有任何毛病。事实证明，澳门是一个非常守规矩的城市。就算你开一个2000万的车，往前一点，先生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哥们儿，真不是我说啊，就这么一停。这东西真的有点太科幻了，我感觉它真的不应该出现在大街上。然后你看全车真的所有的黑都是碳纤，我这块是亮碳，这块是干碳，真的就这个大脸往这一放，放在一个澳门的酒店底下，你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车。而且真的这个牌子看着真的太不一样了，黑色的牌子，哇靠，兄弟你看什么叫碳怪吗？什么叫碳怪开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最夸张是哪吗？你看这块，不是全车它有一块外露的不是碳纤的地方吗？找不到。我真觉得塞纳在路上开的他妈跟宇宙飞船没什么区别，真的。你可能开了一台法拉利，你可能开了一台兰博，但这是什么 ？Spaceship。